冒彩啊！刚玩谁牛？我一定要玩到牛。啊，我好想选那个哦。Do you feel a chill？ 卡玛干，卡玛好烦啊、哦！死哥干，月瑞哥干。我们可以选个打得快一点的。奶力一定选雷文。那我选盖伦。不是、啊、打快点就是选 AD 啊，全部人都选不一样的。啊、AD 最快，影城 AD 最快啦。金科斯的金科斯，就说打瑞文哦。但卡特斯要怎么缩头啊？谁要进去？文就没有人要进去啊。对啊，先说哦，雷文，不会吧？蓝绿在，蓝绿在我这里，真的假的？看蓝绿。晕到宝哦！解放了、哦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一人选一个 skin， 我要金国女将，金国女将，你、欸、有金国女将？看我这经典造型、啊，我要战场贵族，一人一个 skin， 我要经典，我要经典，我也是用兔女郎啦、啊，我要用，我要破刃鹰考，那九哥就是经典了、啊，喜欢经典造型，超经典。太扯啦！居然选到雷文啦！我们有奶绿，我们赢定啦！很难讲啊，那看到一堆雷文的话，就没有什么戏唱。玩 AP 雷文啊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有啊，不会玩的可以玩坦心的，你很硬。雷文交给我啦，硬邦邦。你会砍不出什么东西？居然被奶绿玩到他的边角。太过分了，莫名的就打到面甲啦！哇，我们把面甲获得我们每个人的造型了。哎，三四中，我们全部送造型给你啊，可惜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还在出坦啊？你刚刚选什么？嗯？你刚刚选哪一只？是哥，爸，啊，不是匿名的。我刚选加里欧，那造型。哎、欸，晕可以，我们轮流吗？嗯？遇到一个人就直接 QQQ 用完了，不用 QA 了，就 QQQ 就好了。QQQ 就死了、啊。真的，都点 W 吧。我们来玩瞬间伤害哦。就只有一个助理长，一个队主。助理结果好像只有我被夹在中间啊。哦。好对称哦。前面两个永恒雷耀，永恒荣耀，后面两个普通。永恒荣耀超丑哎、欸。没有露腿，就蛮帅的、啊。而且他是一个上面哪一个有露腿啦？哇，好紧！战场贵族的造型，美术图看起来好丑。这有点难啊！我想想要怎么玩。难啊！真的有点难。啊！就直接出大装好。哦，圣杯。雷文没有一招吃 AP。奶绿你怎么有九 AP？ 哎，你奶奶！冲啊！我奶绿怎么会有 AP？ 晕我啊，笨蛋！好久没玩雷文了。哦看哦，第九，你看哦，奶绿神装了啊！上去，被晕了，笨蛋！还被我砍到了，鱼竿弹撞，我看到希望了。鱼竿你就出反甲了，我看到希望了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还有更潮的，你看巧巧的，水滴吗？不是吧？蓝水啊！蓝水要干嘛？青鱼蓝水出现了，菜渣和饼干了。嘲讽蓝水，我看我魔没有、啊。你看他们全部都低消。快嘛！疯了！就是我东西啊！疯了！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耶、欸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耶、欸。大家都退了，为什么不上？你在干嘛？快跑！有了，我们的。哎、欸，我还没雷稳到。会是哪一绿啊？我靠！太屌了！赶快喝蓝水！差一滴，差一滴！太乱了，游戏太有趣啦！我的 Q 一直被断了、啊，被晕就断啦、
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人上前先去晕一个人，然后再去打那个人。哦，哇，好猛奶绿！他没有招了。哦，我还有一个 Q 奶绿啊！我从哇疯了，队友。哇，给我队友出来了！干活。我吹爆 Q 啊！我好强哦！这吹爆 Q， 根本不知道是谁。哇！怎么我回来队友都死光了？拆塔，拆塔！对，这游戏是拆塔。我来了！哇，完了，被追上了！啊，可恶，早知道买点普攻啊！哈！好多雷姆在场上跳，好可怕哦！好飞哦！一堆 bug 脚。我来了！那上六已经很好看，真的。哦，杀刀哎！要三杀，好难打啊、哦！雷文好多，好可怕哦！啊、哦，你说碾，这是碾啊！Triple kill， 谢谢。买红水根本不知道要喝啊！哎，六等了、哦，六了，不是那种被秒杀的节奏，是吧？我传球死了，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！说话就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！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奇怪，怎么什么都没按住、欸？我靠，奶绿按太快了吧！那大剑，大大，分过了。原来奶绿先出1337，我先出九头哎、欸。啊，一定要先。没有，奶绿一开始是三把短剑出去。为什么会往反方向移动？哎、欸，他向你面向前方跳。What？ 左边。哎、欸，他太大。哇，感觉就会被大凿死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喂，我靠，好帅哦！我好像洛克人哦，是在玩洛克人吧？哦不，带走一只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晕我？可恶，我们被两个 SQ。好痛哦！我可不可以跳下去啊？哇！开大虫出来了！哦，大我 kill！ 好多雷文文啊！我觉得水根本就不用带了吧？第二招点什么？一。What？ 啊！哇！能杀人啊！
肉。哎呀，二岁。哦，帅神啦！我靠，各种 juke。啊，被 juke 了。什么三 SQ？ 什么？哦，鱼竿是坦。鱼竿是坦，他没有伤害。他是全坦的。看一下是大兵，大兵。快！哇，好痛啊！嘿，滚！没想到你去吃到补血了，还浪费我个闪现，臭小强！啊！哎、欸，看到看到！哎、欸，等下大没有啊，等下大没有啊。我去自杀的。我刚刚在玩格斗游戏，也不好整。啊！哦，好快啊！阿金好凶哦！是格斗游戏啊！啊！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可以带四个人？我抖，我抖，好猛哦！呜！快跑哦！燃烧啊 ！Triple kill， 送一个 Quadra， 送 Penta， 送 Penta。哇，人真好，干你娘嘞！假装送 Penta， 都有笨蛋上来了。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！我要吃葱人，先狙啊！送 Penta， 送 Penta， 有招就放，有招就放，什么 CD 好就放什么招。我没有说 不送啊，我要说你们都打得过我，就给你 Penta， 还没讲完。我要叫那个人不要叫你叫吧。哦，好痛！啊，痛！嗯，大不了！感觉竟然麦队友自己跑了、啊，我麦队友自己跑，我没招啦！他被掐死了，思密达。对。哇，闪现！我看错吗？对，哪里？放开的，好痛啊！坦来了，玩绕塔绕塔绕塔，我绕塔给他追。坦来了，快打坦！肯定是坦哦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他坦我没有魔的，还没有伤害。太多了啦！刷刷刷刷刷刷刷，直接死了。盯他，轮流。完了完了，他来了。What？ 我还有治愈，救了。两边都要砍。哇！等 CD， 赢了赢了赢了！哎呀，太惨了！大再买一罐红金链。你的主力来了！哦哦哦，你们主力被秒了！
好可怕，这群人。哦，可以拆掉水晶，水晶。蓝水都没人喝，我对蓝水都没有喝。哎，你要干嘛啦？谁在后面？杀杀杀！先杀。他 Q 用完了。耶、yeah ！弄我啊！弄我啊！哦，什么是那一只哦？哇，好烂哦！竟然闪现，不要脸！他出来啊！对啊，一下就要出来了。哦，我被四肢围殴啊！来人哦！我这是声东击西啊！我已经神装了，我三件大装，别怕。我没有反甲、啊，好猛哦，两个，两个反甲。奶鱼好凶哦，但是对了。嗯。啊！前者又被晕了。啊！他竟然有光盾。他光盾没挡到东西，只是让你吓到。来来来！五哥放招。哇！又在雷，又在雷了。完了，糟糕糟糕，他好硬哦！奶绿别跑啊，奶绿！那只要偏塔啦！我才去跑而已，他们跑得跟飞的一样快。他们让你啊，他们让我，刚刚有让啊。你让？让你妈妈。再打再打！哇，痛！自杀啊！你那个血量，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太硬了！你个尖兵啊！哦，这个交给坦克了。哦，撵着碰碰虎不放。嗯，那奇怪，下 double kill。你再等一下。你看，等一下，我怕你吃坏肚子啊！冲啊！哎，那姐干嘛？啊！摸一下都不行，饼干还出来诱饵。没有，没想到他冲过去一打五。啊！为什么要在塔下？啊！我这边跳一跳，跳一跳。哇，好痛哦！哦，我们会赢，我们会赢，坚持上。我靠，有一只。那你帅哦！哇！奶绿，你一定可以！活下去！奶绿反杀，你可以反杀奶绿！奶绿，你一定可以！你是奶绿啊，他竟然不追你！好屁啊！怎么会反杀、欸？给后面解个毒。快跑！快跑！别跑啊！打啦！哎，我死了！
为什么一点都不痛打起来？因为我们太硬了、啊，比较多、啊。我们都很肉肉的。哦，糟糕了。No！ 有有。No！ 太硬了吧！别逃，别逃，别逃，巧克力糖，别逃，别逃，耶！死就死。干！哦耶！太神了！一切都在计划中啊！计划通啊！全部死光光啦！那就那个了。好痛哦！奶绿是不是这样接？嗯，你看我打小兵，没成功，没成功，你根本就没有 A 啊，没有 A 到啊，根本没有 A 啊，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会将会赢，哎，你们赶快回去守家哦，不要打我们的塔、啊，拜托大大，哎呦，有那个，你看。我们还要到喽！算算算，我们直接把，我直接打掉。哦！那鱼竿快死了，一个塔来还没有拆。太晕了，太晕了！拆掉一个，拆掉一个塔。因为我们哎，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老康，缺了一个坦克。可怎么不扛起嫂子做？让我拆塔，先上奶绿，先上奶绿。我就不打他死了、不要出塔，不要出塔，就给他打。快，我们有十一秒。啊，鸡鸡，也终于赢了，一个鸡鸡，我终于有赢了。对，我来了。耶！就跟你说要买蓝色。战场贵族真的不好看。Victory， 特别。哇，我是巴莎。哦。奶绿输出比我高啊。我们有坦军啊，我们三个输出好平均啊。我们什么都有啊，一个坦装输出跟阿静一样，阿静哦。我累呀。帅呀。你好。要继续吗 ？Last one， 结果雷文还打得比较快、欸。刚睡醒，当然可以继续。那我要改密码。就会说，鱼干说我不玩喽，然后巧巧说露西玩啊。刚刚露西说，为什么？哦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不玩，苏三长不想玩。真的吗？你们这场要赢吗？你来打一场，说不定就赢啦、啊。对呀、啊，缺人，缺一啊，就缺你啊。哦，苏三长，真的？真的假的？对。那你选一只嘛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选那一只。小米，好诱惑，我要玩。等一下，先让我看一下。好诱惑，因为不是啊，你连输三场嘛，给你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主意我喜欢。鱼竿也是输三场、啊，十字亚树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十字亚树直接，鱼竿也来、啊，那鱼竿也来选嘛，不然就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对啊，我们两个就跟你们。跟你们，你们两个就对啊，我们其他人就跟你们，一人一個对啊，看你们没有啊，五支就已经没有，就是各五对五啊，各五票啊，看哪一边啊，对啊，二分之一，你们两个输三场的各选一支嘛，可他说算了，啊，你把这机会让给那个二师弟，好啊，那我们之后来玩一些比较简单的角色、啊欸，可是负一啊，对啊，负一、啊，简单的盖伦吗？很简单。看一下，看清楚啊！
对面有谁啊？看一下，太阳、阿静、囧哥跟奶绿，奶绿最不会的就是Jungle啊。他说他不会心机的，他说他不会无敌，不要说他不会心机的，拜托，好无聊。他说他不会无敌的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就来玩维寇兹吧。哎、欸、，Lucy 耶，他是不是丢来丢去？他不是要睡。Lucy 耶。你确定？想清楚了，是因为亚树比较刺激一点。要走了，故意。亚树比较刺激哦。好啦，不然就这样嘛，我们四打五。会没有 Coco 啦？干嘛？不是我选吗？你们又在左右我，不想玩了。什么东西？快点啊！说服你，说服你。故意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给你们要。啊，不然开放观众啊！我讲一个，我就讲密码、啊，看谁进来啊。啊，你就开放一个。要选一个，问一个问题、啊。那你问，不然你，我觉得你找订阅的、啊。你问一个订阅，随便问一个订阅的，看有没有。好，来找订阅的了。密码，有的有的。有订阅专用频道吗？对啊，我就跟他们讲密码。那、嗯、你等下都念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订。三四五六七八。你刚刚边打边念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、哦。你刚说密码，然后念出来。有吗？你听错了、啊。有啊。我听到好像是这样吗？七八九十啊。他说我订阅了，但是我没有进去。你是不是念这个？我念什么？我打了五四三二。我也是听到那个哎。哎呀，他刚就有念啊，我就不是这个那么。三三四五六七八。有谁、啊？哎。Who are you? Who are you? 报上你账号，谢谢。你聊天室打字，在五百多个人之中脱颖而出。加起来。所以是他吗？他是订阅的吗？好吧，我以为你说订阅的，来吧。不然我就找时间跟订阅的人打一场嘛，还不简单？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他选手，不是太阳选吗？饼干啊，饼干啊，饼干要选手。威克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好，不然要布朗姆吗？你们要吗？好，不要布朗姆啊！布朗姆，你要打到早上六点哦。一定有人跑了，人家这种全部都威克斯啊！不是玩吉林可以打到早上六点，直接叠三层哎、欸！一人中一招就三层，不用选了、啊，直接胜利了啦！已经中了、啊，投票获胜啦、啊！再多选啊！这样好帅哦！还有两个在睡哦。哎、欸，然后一只投别的，然后中别的，哇！这样会不会那只选别的就是那只啊？已经说是投票获胜者，现在已经获胜啦、啊，这没什么好解放的吧？不用解放，这有什么好解放？没什么好解放的，才两个而已，那也要解放？哦，这没什么好解放。不要浪费我三九啊！不要解放，不要解放，浪费。因为他有，所以他叫我们不要解放。想跟饼干一样吗？噔！你噔他，我没有意见。反正不是我。不会玩这个，还有人要出他？不错啊，这样子还比较快一点，总比那个奈德利一直补来补去好。看奈德利跟找怪，好累。那为什么不选一堆阿卡？那个补更久啊。云心满，那个流星满飞。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啊，站在那里，流星雨下到死啊。群星破，就怕很无聊。欸、这个也是会打很久啊！地图炮就是被定到的那个人就死定了。等一下五个人一起喷大狙，不是？哎、欸、，Q 到他了，大狙。